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前面整股哦，五分钟就让你喷500，我不知道现在涨价了没。就是前几天有一点在这里，安德堂哦，前几天有一点落枕，然后我脖子啊，自从大学哦，地板动作的那个头转之后，到现在一直都受伤，就是健身什么的、啊，出力不正确，脖子就会连带下去，整条筋都弯掉啊，所以现在就是来进行那个哦整脊。它比较不是那种经络按摩，它是那种很快干这样子，这样干，这样、哦、靠背，刚啪一声、哦，就是这样很快的，很快速的。好、哦，但经验要先拖、啊，等一下脖子没办法，等一下脖子会断掉。老板你好。哦，我最近在做那个网红啊，帮你推荐一下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能拍。可以拍，但是来讲话，我你们拍你们，我可以拍了哈、哦，可以拍就好，可以拍就好，可以拍就好。我来过很多次了哈、哦，这个师傅很厉害啊，哎，来自三重的哦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怎么样？今天来的师傅？一样啊，就脖子又有点怪怪的，然后我又去健身，然后这次做很大的重量，所以他又有点跑掉。OK， 对啊，对，好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就脖子延伸到整个右手举起来都会痛这样。好，对。这样是不是今天特别大力吗？没有，今天我哦，是跟以前有感觉，太久没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比较强烈一点，都一样轻轻的。哦，对，各位我来过的都会有点害怕，你们有没来过的，第一次来你们也会吓到，有的尤其是女生，有的女生叫的到外面两条街都听到了这样，就是要很大力的这一种师傅，对对对。肩关节跑掉。借我，谢谢。请坐位置一点。你可以近一点，换个位置。借我。好，请坐位置一点。哦，那声音非常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录进去哦。不过是。就是你们要放松啊，不然的话，师傅，你很紧张的话，师傅反而不能用，对不对？对。有的人会很紧张哦。对啊。对，是因为我来过很多次，我知道要放松。如果你没放松，反而会很危险哦、啊。哦，来这里是真的哦，有一些东西要注意的。鞋子要脱吗？不用，不用。胸椎后面那一直飘飘很多声，谢谢。哇，好，上边，谢谢你，好，棒。我筋已经很软了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还是很那个。啊，没关系，不用紧，我两只手放后脑勺。好，感谢。软，跑掉。哦，跑掉。好，趴着，最后检查。躺着还是趴着。对了，整个都对了。OK， 先起来动动看。好，起来动动看。脖子、手，整个感觉看看。现在就头上有很多星星这样。正对，就感觉不太到，但是感觉是松蛮多的。哎、欸，就这样结束了嘛？对，这样就结束了。看到没有，各位？5分钟不到。
那我们现在就付钱，付钱，好，付钱，付钱，付钱。来，我拿一下。哎，多少？哎，600块。好，600。感谢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对，因为最近就是要拍一些短片，就是生活片啊，所以就没问题啊。下次就不会了，就只是没有拍都没有关系。对对对，啊、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好。哇，没了。看到啊，他旁边都是人哦，有的时候他人是更多了。看你的时段啦，假如你是7点以后，可能下班以后，那人更多。但是我是没预约啦，有时候就直接来。是在这个大龙街的这个大龙这个市政府的运动中心对面哦，运动中心对面。就是它就是很快速，但如就是相对来讲，落枕类的会非常的有用，就是因为你这错位，它帮你移回来啊。但如果你是那种长期的，哦，你长期姿势不良什么的，那就要靠你自己去改善。你不可能说什么别人帮你推两下就回来，然后你长期做一个姿势不良的动作，那就是你自己要去避免。来，观众，你走开。